完全禁闭啊！依旧是门窗紧闭啊！10点半了，我是4点钟不到进场地的，一车货到现在还没卸完，就是这种效率。4点钟不到，货棒进来，然后那个人说你进去进去，我就靠了一个卡位等着。白班来了，大概6点多钟，他说你没有单子，你没有过磅，你还必须回过去再过磅。那行，我回过去再过磅，拿了单子过来再靠卡位，那边卸了有一半，再到这边来卸，是吧？然后大概8点多钟靠到这里，一直暂停着，刚刚大概才开始卸。我一个9米绿的货车，就这种效率。就算4点钟进来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5个多小时了，要6个小时，简直不可思议！哎 等吧，好了，再帮忙关门了。11点10分了。应该可以了。可以了是吧？好好。什么意思？啊？没什么？啊，对对，有2个凳子。好好。那边装车有2个灯丢到里面了，11点10分啊，卸完了，卸完了，空车就放回南通了，气都漏完了。人家都吃饭了，我早饭还没吃呢。看看人家门口，堵死了。Okay.
G15，实际上这条高速一开始叫嘉金高速公路，嘉定到金山的这条高速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。上海西部的一个主干道，上海西部南北向的主干道，北接太仓，南接浙江平湖。哎呀，这段路太难修了，修是不是三年啊？我记得怎么有三年吗？关键这有好几个桥啊。按道理这个桥修起来也快。好像加宽了。12:20了，到沙西府去休整一下。无力量的，满满的都是车，诶，这不是个好位置啊。洗一下啊，洗漱一下，吃个饭。一个豆腐，一个蛋，18块钱。光盘行动。